早啊，你的车我得明天才能修好。开我的，爱惜点，他可是我的初恋。福克斯 RS， 运动街头组的性能钢炮，听着声浪就知道他脾气不小。快试车吧，好车手无论开什么车都能拿第一。车手都有点绝技在身上。来，趁着胎温没降，我们赶紧在热湾找找比赛，看看地图。我听说在热湾要打排位赛，都要去集会点。你想去那里啊？热湾有 CBAS。四个等级的排位集会点，你现在段位不够，只能先去 C 级试试。那里可是追击队画出来的地盘。追击队？还以为他们不喜欢赛车。他们要的是死死地管住街头车手，不听话的都把车扣掉。什么维护秩序、安全监督，讲一大堆借口，实际背后有人在撑腰。我们街头车手才不会那么听话。等你混熟了，我介绍你去秘密比赛。 C 级就在热湾职业赛车联盟体育馆里，每位车神都是从这里起步。闻到机油味了吗？热湾几乎所有比赛都能在这里报名。快开始比赛了，我帮你暖好胎了。第一场排位赛可不要紧张。加票一局。
到高原和最佳漂移区吗？在那里开始漂移。到高亮的最佳漂移区吗？在那里开始漂移。